声明，本文所有史料均来自于康有为传一书，作者保证史料之真实性，同时无任何影射，不涉及任何政治误区变法，是清朝有实质上的一次救国运动。虽然光绪帝同意并大力支持，但无奈却触动了慈禧、李鸿章等守旧派的利益，于是李莲英请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御史杨崇一阁荣禄多次密谋废除光绪帝。在一片动荡之中，慈禧发动了戊戌政变，光绪帝被软禁，康有为、梁启超则成了逃跑派，先也转了到香港，而后又逃亡到了日本。即使在逃亡途中，康有为仍然没有忘记对慈禧的口诛笔伐，在途中发表公开信，说是天祸中国，即此其变，说慈禧是为临仇。康有为的这些举动更像是为自己做最后的辩解，证明自己和梁启超等人一样都是英雄，但瞒得过一时，瞒不过一世。在后人的眼中，梁启超等人的牺牲无异于英雄二字，而临阵脱逃的康有为等人则成了人们眼中的懦夫败类。康有为虽然逃跑，但李鸿章亲自下令将康有为广东的祖坟全部铲平，并将发表康有为言论的报纸杂志全部关门惩办。这些举动更成了康有为一生的污点。康有为跑到日本后仍然没有忘记自己的贪腐享乐，虽然所有的钱都在国内，但是康有为以光绪的名义在日本筹集资金，而后将其全部购买了房地产。光绪去世后，康有为将这些房地产转手一卖，带着大笔的钱回到了国内，购买别墅、车子，用来满足自己的私欲。除却此外，康有为在日本人时娶了一个小自己20岁的日本妻子，回到国内时仍然感到不满足。再一次划船时看到了湖边的浣纱女张光，当时张光只有18岁，而康有为已经61岁，康有为仍然不以为耻，带着大笔的财力将张光娶回了家，成了自己的小妾。康有为的这些举动自然引起了家人的不满，更是让家人不耻。在婚礼的那天几乎没有人参加，苟活了一生的康有为请了当地最有名的一个风水先生给自己置办了墓地，但康有为可能至死也想不到，不过百年他的墓被人扒开，脑袋被当成了皮球。破四旧的时候，康有为的墓被人打开，他被脑袋上被人写成了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康有为的狗头，而后有人推着那辆车游街示众，后被人藏了起来才得以保存。1984年康有为墓地重建，在其墓前栽种了6棵龙柏，象征戊戌6君子，这也是一种莫大的讽刺。